摩登舞里面所有左转系列动作，我们身体都不能转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因为我们的舞伴在右边，等哪天摩登舞舞伴在左边，我就可以左转腿。舞伴在右边，对不对？我们跳左转系列动作都不能转，因为我如果转的话，我不会到哪儿，都会重叠在我的身上。你看，包括什么华尔兹，什么关系？包括华尔兹，你看快分是左转，我都不能转，双左旋转都是左转系列，然后都不能转身体。如果我一旦转身体，它就会怎么样？空间就重叠了。所以这是个原理，所有左转系列的动作我们身体不能转，永远保持我身体在前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做，我们左转维也纳左转的动作，从也是一样，膝盖一往前，二打旁，你看我身体还是保持在前，三锁，四也是无限后退，脚内八，打旁八字脚，六，右脚并上左脚，然后回原位，还是左边在前，所以说我们怎么往上能转呢？所以就要靠我们的脚去拧这个方向多一点。对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看我的脚做有个转动，脚转，然后无限后退这一块的，这也是转度的一方面。啊，我打开脚，你看我这个脚拐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下一步侧开来，接到这儿，打开脚，不然很多人直退，还要再转一下，所以我脚直接拧转到我下一块那个位置，然后打开脚，然后右脚也是全掌托过来，然后对向场中央的方向，然后再转我的膝盖去往前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然后我第二步开始完成这个转，然后下一步结束。然后我无限后退，打开门，回来，你看我还结束，还在前。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我们两个人的空间，在左边对左边。明白吗？所以把锁，明白吗？你这里把这个锁出去，对，我下一步只需要锁我的左脚，就锁开了。那所以你第一步不转，第二步一定感觉往内拔，锁，对吧？所以第二步一定要包多点。如果你第一步不转，你第二步还有三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，知道吗？到了直线之后，我再去发力跳直线，明白吗？所以说，然后第一步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斜场中央这个方向。当我们冲第一步的时候，我们要转动我们的左脚，跟华尔兹练习是一样的，转动我们的左脚变向前面，然后走向第一步一往前，那整个身体往前。然后当我要站到右脚的同时，我身体做一个转动。二，向旁，然后三，并脚，背背斜场中央，然后四的时候落下来，同时不能直落，我要落的同时再一个转动，然后这个时候看我们的左脚后退的时候，我们的左脚后退不能退直线，这样的话就很难让对方转过来，我们需要退一个斜线，然后脚。做一个内八的感觉，对，你们看四落下来做一个内八，然后五打旁，看我感觉我要开门，你现在还是说转那里，我们要单人跳的时候想象我的舞伴在前面，现在舞伴在前面对不对？我左脚无限后退，右脚干嘛？开门，让他进来。然后这里看形成一个摩登舞里面为数不多的脚位，就是八字脚。八字脚。对，要把它打开。然后左脚脚掌，
右脚这里它是你的脚法是全掌拖过来，六，明白？所以说我们的膝盖在维也纳里面很重要，膝盖。在摸到我里面很重要。嗯，是。所以我们决定往方向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要脚出迈的方向，而是在我们主力脚的时候推动之前，我主力脚要决定往前进的方向在哪。对。就是说我要走向前，我不能着急出迈这个脚往前。而是感受我的膝盖，从膝盖一，我要往前走了，一、二打横，三立住，落下来，无限后退，无限后退，第八，五，然后再再八，六，然后全掌托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，打开脚，六，然后再拖，走，转开了之后，我下一步一定要干嘛？先踩到我的左脚上，然后我的右脚怎么做一个延伸？我不能只是平的打开门就可以了。当我到右脚的时候，到左脚之后，我最后后退三步，我要感觉我的身体要延伸，把头张开。我再说就是做一个邀请，然后把我延伸到我们形成这个形状。因为当维也纳时候，不能两六步都跳有动力，都跳移动，那是不对的。当你的后退，你就拿来休息。我就等前进的人上来，我后退我休息。而前进的大步的工作往前走了，我再跟着他们走。所以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前进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先去想做倾斜，我先要把我整个脊椎从我的左脚推到我的右脚之后，再去想我的身体肚脐这个弯，然后摆到我的脚的时候再去想我的胯，然后变脚，后腿你伸上来，我要还原上，而我上的时候，我只能让我的脚，然后我的胯位还是要给住我的弯。我不能放开这样子，我只能让我的脚让开，我的胯位还是可以做动的。然后五半上来的时候，我后退四五六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是内圈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用我的胯位去做引导，明白？相当于我们每一步跳维也纳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大的第一步，然后二三不要去抢救，不要一二三。二三，我们说什么？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倾斜。拿胯。我只是二三这样子。胯。四五六，二三四六，二三四六。来，这只是我做二三，然后加上 one。one。one 大步，二三倾斜。one 大步，二三。我把它举。当我要知道换的时候，我要转步，再转步，我要小步，再转步。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。对吧？